大家好，首先我谨代表林国龙创意科技大学感谢2021年新州日报教育基金会的邀请，让我们大学有机会为家境清寒但成绩优异的学生提供全免学费奖学金。今年我们提供了5个全免的课程，包括传媒、媒体与广播系、建筑与环境建造系、信息与传播科技系、全球化商业管理系及创新设计系。欢迎有兴趣的学生积极申请加入我们这所国际知名的大学，让我们一起把您栽培成为优秀群体内的佼佼者。